名。好，王必胜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打的这一支是流感疫苗。掀起袖子接受针剂注射，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31号上午一手注射流感疫苗，另一手则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，而他也用行动力挺选择施打高端。施打高端民众多，为了消除外界疑虑，高端今天也正式公开采购价格，换算合约单计约840元，营收认列约新台币36.4亿，强调采购价金和签约内容一致，没有价差问题。虽然也没有办法去公布 BNT 跟莫德纳的这个采购的这个单价，但是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，那这个我们在高端的采购的单价是比BNT 跟莫德纳低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买贵的这个情形。王必胜也在记者会证实高端公布的数字正确，还强调高端采购的价格相比 BNT 莫德纳低，没有买贵问题。我们不能宣布的是我们这一方，那他们要宣布，那跟我们知会， 那他就宣布了。那他现在宣布的是只有他的采购单价的部分，那至于说他还要不要去公布他的所谓的合约的部分，那也是他们公司的这个考量。指挥中心先前无法公布，是因为合约有签订保密协议，如今高端主动公布，指挥中心也配合证实，强调绝无买贵，希望消除外界疑虑。三立新闻谢文祥、蔡春琪台北报道。